我先说明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了八样的小游戏竞赛，然后呢，每一样的竞赛呢，我都会采用一种就是类似马里奥派对那样的计分方式哦，就是在该项目第一名的人呢，可以拿到三分，第二名两分，第三名一分，那最后一名是零分哦。那等到八个项目呢竞赛全部完结之后，把总分加起来最高的那一个就是今天的优胜者。首先呢，现在正在弹琴的这一个这个是漂流，穿这个青蛙的，这个是我穿青蛙的第二个呢是娱乐，哎，然后呢第三个是白色，这是胖丁，哎，哈喽。那最后呢番茄，这个唯一不是圣诞，哎，不是圣诞，万圣装备的圣诞姐姐，时间有点快哦，哈喽哈喽，太快了。那我今天呢就只是负责主持跟当那个裁判，所以我今天是没有要参赛的。那请大家先跟着我来，我带大家进去第一个会场。所以你是找其他频道来厮杀，然后大家互相关系越来越差这样子。对对对我们第一个项目呢就是障碍赛，然后呢这边石头上面有四个，请你们一人拿一顶图坦卡门的面具，我们等一下要戴着这个面具来赛跑，请你们先戴起来我们等一下呢，这边一路上会有很多障碍，我们就只要在沙滩这边走就可以了。走到底之后呢，我这边准备了四把的南瓜的变身棒，那你们要赶快拿一个变身棒之后，然后再把它带回到终点。带回终点之后呢，请你在终点线拿起变身棒，维持这个姿势，就算完成比赛。好喽，准备喽。彩线。哎，对，漂流彩线。你回来。你好作弊啊！要站在线上，你刚刚站在线上。我要尽可能往前。好、哦。好、哦，那我要准备拉炮喽。预备。好啊，好啊。啊啊！第一名！啊啊！我被武器挡到了！啊！欸、哪有？我明明离你很远的。啊！我第一名！我被万圣节东西挡到了。啊啊！好、啊啊，目前呢，娱、欸、乐最前面。为什么娱乐这么快？哎、欸，走开！走开！你走开！你们是怎样？怎么大家挤在那里？胖丁挡到我了！哦，现在番茄第一名哦！哎呦，狂接下位！可恶可恶可恶！啊啊啊啊啊！好，番茄漂流娱乐，我残肢了！我残肢了！啊！好，耶！狂跌倒，哎、欸！好的，那我就先来公布名次哦。这次第一名是番茄得三分，然后漂流第二名得两分，然后没有没有，漂流比我慢，拿起来哦，拿那个吗？哦，对，好，我按到铲子啊，按到铲子，好，那就是娱乐第二名，漂流第三，然后胖丁最后，这局胖丁呢零分。再跟着我走到第二个会场，就在旁边而已，应该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会场。大风吹，对，大风吹。待会呢，我会站在这里，然后我就会吹奏这个，然后就请你们呢绕着那个椅子，对外围，现在胖丁在跑的那一圈，绕着那一圈走，然后停下来的时候，乐器停下来的时候，就请你们抢椅子咯。那总共呢会有五场，那就看谁赢最多场这样的。那个是顺时针转吧？直接扔在中间吗？那个突然小丑，嘿嘿，赢了。好，那好，我起来，我准备开始喽。
音乐停，就请你们开始抢位置咯。不然坐上去了。好，胖丁这次没有。胖丁是无辜的。我要激怒一下。那我们再进行第二圈。刚好我刚才停下的时候，刚好漂流坐上去，时间点太会抓了吧？我刚刚不小心按到坐上去。好，那继续喽。哎、欸，等下有人在变身。好，好。我刚坐上来，为什么坐上去？为什么？哇！好，我要做敏捷一点的，忍者，敏捷点高。好，第三场，嘿，嘿 ，yes，yeah， 这次换番茄了，看来大家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我第二把铲子，我要在大家下面挖洞。好，那剩两次机会了，剩两次机会了。目前娱乐没有失误，我们等一下一起挤在娱乐旁边好了。给他上去。哦，开始了。我刚后悔我没有先装好连发手把。这一次呢，我就这边停。哎。一定是有问题。好险，好险！变身霸我都比他慢。对他还先收东西再坐上去。有没有？这个装备不一样。那、啊、我要离漂流远一点。好，这是最后了。这次我就演奏长一点，然后我不看画面。好，啊啊啊！耶！哎，我刚才想说我要挡在娱乐前面，我就你刚才从中间插队，可恶！我要准备两包。大家都各失误一次，就只有胖丁失误两次，我是两次，对，大家都拿三分，那胖丁两分这样子。嗯，这边接下来就是抓鱼的部分，然后这边呢，我帮四位准备了泳衣，然后我有依照你们的颜色啊啊，胖丁你拿到番茄的，对吗？你的是旁边这一件，好，漂流是最右边的。然后对，娱乐是这个颜色，我的一个是番茄，我想的是红色的，跟我衣服超不搭哎。然后娱乐，我想说的应该是蓝色的。那胖丁，我看他频道很多黄色的东西，所以我想说他比较适合黄色。黄色的东西，对，黄。哎，对，因为你的大头贴不是就是穿着黄色衣服？为什么不是黑色？为什么不是黑色啊？你是黑色的，对啊，就腹黑，就很很什么意思？就很什么意思？尊重，尊重。好，我买一下马表，你们可以先分散哦，就找一个海边，你们觉得比较好下，随意哪里都可以吗？对，随意哪里都可以。然后等一下是要抓什么？就是海底的生物，看谁抓最多，所以什么都可以哦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会用那个计时器，就是计时五分钟，就五分钟之内看谁抓最多。好、嗯，那开始喽，计时五分钟哦。好像听到隔壁有人先跳水了呢。哎，海草算吗？裙带菜算吗？算，都算吧。有抓到他右上角那个，他都会计算，就是依照他的那个计算方式啊。我妈啊，这边怎么会有这个？开始，冲啊冲啊冲！哎、欸，怎么都没了？我听到左手边有人哦，是谁？结果还是离很近，是不是？我的啊，好紧张啊，好紧张啊！啊！吓死耶！我从高的地方往下看，还好还好。拜拜拜拜。这时候就最怕遇到那种超快的。
哎、欸，我的观众一直说娱乐加油啊！哎、欸，我这边也是哎、欸，都在他说，他突然说他讲了一堆，然后才发现走错频道了。这个超快的，我收到了。哎哎哎哎，可恶可恶！我这边观众也都是在帮两位女生加油。我们男生，我男生都没有了。加油啊！都是背骨仔啊，背骨仔。快点给我抓，我要回去做海鲜。抓起来，抓起来！哎、欸，我这边看不到你们在哪里，那我去旁边海边好了。终于有一个人帮我加油了。终于。终于。我们这边有观众说没办法胖丁可爱，我的观众还帮我加油、欸。这个海域是我先来的、欸，你番茄不要抢好不好？啊、我抢走别人海域，你的海域比较丰富嘛。可恶可恶可恶、欸！我真的不太会计算这个距离，但他跑好快哦。所以你应该遇到那高级货。收到了，高级货。可恶！哎、啊，鞋子。哎、欸，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哪边。哎、欸，我有机会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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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没有机会，你没有机会。等一下，不要聊，等一下，因为基本上掉十块钱。Yes。那我去抓前面这个吧。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！现在番茄第一名嘛？对。那我总要赢他。你还没看得出来哦？为什么？你看得到？没有，我是说总分呐、啊，我说总分。对对对，总分。哦，总分呢、啊？我想说总数、啊。哦。比赛中抓反价值上升啊？不会。在哪里？快出现吧 ！Discord 没有检测到我。我们是按个数算分，还是按价钱算分？个数。OK， 所以我不用追那个跑很快的。对。我终于看到娱乐。终于看到一个人。现在看我的台的观众一定很纳闷，就是大家不知道游去哪里。我已经抓十只了，你们可以放弃了。还不信？真的不信？嗨，我觉得我不要跟着番茄好了，前面就被他抓着光光。哎，说跑很这是吗？那个胖妮。好快！啊，超啊！我遇到了，我要掉头。胖胖胖胖，快出现！好，不抓了，真是跑太快了。哎，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好多好多好多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哇！以前很讨厌去带菜，现在很棒。最后四十秒咯，哇，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。哇，嘿嘿嘿嘿，又来了。我觉得可以往上。这个怎么跑那么远？大概不会是哦啊，来了。我觉得我没了，最后一只，快快快！最后一只，来！五、四、三，最后一只，太远太远太远，零，时间到！哇，哎、欸，我最少，耶、yeah, ，我赢了！哇，你们太夸了吧？哎，十二只怎么回事？对，有一个十二只，等一下我，怎么了？是我，是我，我拍在相簿，我要看一下。你的那片水域比较好哦。娱乐十二只，所以得到三分。再來是胖丁十一只，两分。然后再來是漂流。哦，这次真的是番茄被打下来了，可惜哦。哎、欸，我的观众说，他朋友告诉他说，漂流是娱乐男朋友。哪来的传说？我怎么有这种传闻？我靠！
这是哪里来的都市传说？那就请再跟我来，接下来也是互相伤害的一个项目。好，麻烦你们跳进去，然后一个人各站在那个一二三四一个数字上面。这个是恐怖吗？然后那个，请不要去踩到旁边哦，那个都是陷阱种子。等一下的项目呢，就是请你们在里面，然后我会拉炮，然后你就互相推，看谁最后一个留在上面。啊！天哪！那我这边我先买哦，就请你们先都一人各站在那个数字上面，一个人站一个数字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小心！哎挤出去！好，那我要拉炮了。我等一下拉炮开始，你们就可以开始推了。啊，那我要拉炮了。这边不要动啊！准备，开始。啊！等一下，那个，你走。等一下，我先把炮友挤出去，他不用怕。番茄，然后再是娱乐。过去、啊啊啊！好，哇！哎、欸，你要减肥啊？你胖的啊？啊，胖丁在这个时候胖就有那个第一名呢，是胖丁拿到三分，然后再是漂流两分，然后娱乐是一分，然后番茄零分。我们再往下这边走，我们来去下一个挑战。下一个挑战就是比较运气了，运气成分。挖宝吗？对，挖宝。再来呢，我先请，就是依照刚才上岛的顺序，我们先来转这个转轮。那数字大的人呢，我们就可以让他先选择、哦。那刚第一个上来漂流，就麻烦你先转一下。可以挖四轮，总共可以挖四轮。那数字大的人呢，可以先选择要挖哪一个。好，漂流是五，那再来是换那个娱乐。我赢了。好，然后再来换那个胖丁。哦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应该一吧？换番茄，来吧，番茄一，不会吧？一，哎呦！好，那番茄，你可以先选择看你要挖哪一个，里面会有石头，然后会有粘土，会有铁块，会有金矿。那呢，挖到金矿的话，金矿三分，铁矿两分，然后粘土一分。石头零分，那挖四轮下来之后得分数最高的那一个呢，就是这一轮的优胜。番茄可以先挖第一个，完，石头零分，紧张哦，啊，铁矿还行，两分。这个石头跟你换铁矿，我需要把我升级一下。对，换娱乐石头，然后换胖丁，我没有运气这种东西。粘土一分，好，那换番茄，你可以第二轮。粘土，好，换漂流，换我。漂流在等待的期间一直在憨笑。我哪有？哪有？金矿有四块哦，所以金矿，很明显是金矿嘛，很明显是金矿，因为是石头。啊！又是石头，我的天，还挂零哎！存在的吗？金矿有，对，好，有金矿嘛，对吗？换我嘛，对，换一二三四五之三 ，OK， 这个金啊！
粘土一分。又换我了。好。铁矿。铁矿是两分，然后换胖丁。铁矿。两分。好，最后一轮喽，番茄。最后一轮哦。对。好。金矿。哎、啊。哎、欸，金矿意外的能挖、欸，金矿啊，挖到 A 你，走开！这我要挖这个，挖这个，啊！不让位，不要让，不要让，挖那个就金矿了。我不管，我要，然后你们先挖，我一定要这个，我一定要这个。犯规，有人犯规啊！好，给你挖。终于，挖起来是石头怎么办？啊！粘土，可惜。换我。好，我让一下。反主持人。粘土。来吧，哎呦。两分，好，那我公布一下总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胖丁可以拿到三分。那漂流跟番茄同分，你们可以拿到两分。那娱乐这一局只能拿到一分了。